今儿再吃顿早饭。好了，猴哥最后一天早上搁这屋吃早饭了。今天是20号了，猴哥是14号晚上的9点入住的，所以那天3小时呢也给猴哥算一天，很高兴的一回吧。最后一次搁这屋吃早饭了，不知道12点之前能不能走了。他昨天告诉猴哥今天是算7天了，应该是明天。猴哥算寻明天周日走呢，今天不周六吗？猴哥是14号的晚上的9点钟到的，3小时给猴哥算一天，挺好吧？很高兴的，今儿再吃顿早饭，一会儿可能就撤了，回到三亚猴哥的家了。这是宾馆啊、哦，猴哥给屋子收拾收拾，就撤兵了。看最后那饭是什么东西？一盒谷物豆奶，这是又是一个汤，一个鸡蛋。你说这是什么饭呢？那早饭就挺少的，它就是一个花卷，一个紫薯，一个胡萝卜。这一顿早饭吃完，猴哥可能最后一顿了，完就回自己家了。谢谢了，彻底是隔离结束了21天呢，今天是。哎呀，但愿今天走吧，回家了。哎呀，吃完早饭了，一会儿屋收拾收拾，就等就走了，被给他叠一叠，就算完事了。哎呀，撤兵了，一周很快就过去了。